TED 圈子是近期开会讨论奇思妙想的小团体，任何人都可以当主持，只需点击一下，您就可以成为妇联对话社区的一部分。那么您如何主持一个 TED 圈子呢？很简单，首先通过 TED 圈子平台注册您的活动，然后邀请您的客人就可以了。豆豆有三个苹果，和和有五个苹果，他们总共有几个苹果呢？很好，他们总共有八个苹果。不太对哟，再试一次。小时候，妈妈常告诉我，能煮出我们爱吃的菜，不但只是她的功劳，一顿充满爱意的佳肴是需要值得信赖、可靠，还有一份不可缺少的热忱。现在，身为妈妈的我，终于明白，有些品质是值得